我们来到了普吉岛。我们这趟旅程会介绍普吉岛必去的地方，但是我们只有四天三夜，所以也不是真的必去，反正就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行程。我们还会介绍一下新加坡跟台湾的大不同，那我们敬请期待，耶、普吉岛有三大海滩，从北到南分别是巴东、卡伦和卡塔。我们这次住在巴东海滩，现在第一站呢要先去吃饭，我们叫了 boat， 来这边可以用 boat， 会比 grab 更便宜。刚刚坐车过来，这间店就是唯一一家有在排队的店。是很道地，旁边是在讲我们坏话，真的讲很大，看着我们说话，看着我们在干嘛？吃吗？值得来吗？值得，值得 ，OK。而且我们应该吃得完，对吗？吃得完，点了很多。我们两天没有吃饭，太热了，我们要去逛逛逛。去逛马路中间。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战利品，秀一下你刚第一个战利品好吗？哦，在我这。好，我在你爸爸。第一个战利品，狂买的。没有狂买，这就是多狂了，买了一串。然后他狂买了，狂买了，狂买。狂买一个西瓜肥皂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买一个就叫狂买，全部都闻的，闻的闻的。那我们第四天中的，头很晕。好，我觉得可以买。然后我头。我喜欢这个小花花，多少钱？我吃了想把汤吃放下，所以不是很好吃吗？很多的时候可以吃这样，我觉得水果有新鲜，不是我们挑食哦，是刚好是这样子，很特别。我们发现了新东西，大家，这个是单身地狱Mindy穿的睡衣，这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有，刚那张有。怎样怎样？很好吃，真的是很不错哎。这个螃蟹超好吃，虽然看起来很小，好像吃不够的感觉，但每一口都很精致，真的很好，每一口很精致，很推荐。大推荐，我们要给这间一个赞。对，下次可以继续再来吃哦。因为明天有人要生日，所以我们再准备一下蛋糕。买普吉岛最好买的，狂买的就是那个，疯狂的买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确定？现在早上7点钟，我们准备要搭私家车去浮潜。You not check in yet。看我们穿的多么专业，要拍别人，看其他人。我们是有备而来，有备而来。Three island to get on. The first one, Thai island. Relax. Lunch. Three stop at second island.Camera, monkey and lunch inside Phi Phi Don.已经抵达了第一个岛，我们在某一个岛，
叫什么名字呀、啊？完全没有去听这样，因为晕船。真的要提醒大家把钱带多一点，可以刷卡要刷卡，上厕所20块。跟人家借钱的话，就找老一点的。No money， 这边现在是鞋子的选择，但是太小我们穿不下。哦，没钱还是要叫他们去拿更多的 design 穿，弄干才穿鞋。我们现在很可怜，借了1000块的泰铢，然后1000块现在花掉750，一直说 no money no money no money no yeah no money no money all our money is here， 好可怜哦。嗨 ，Hello， 手好大。这趟旅程，我们凯欣就是突破了自己处女座的。大哥可以再借我5000吗？在皮皮洞前面拍照，找到我妈排队。One two three， 皮皮洞，皮皮洞。我觉得我们的旅行社很好，因为都是第一个。对啊，超好。我们那个导演是第一艘船。对，总共6艘，我们第一艘。推荐给大家这个行程。对，超多的。你们 OK 吗？今天好像霹雳娇娃。真的好像哦。我们现在在长尾船，跟人家借了2000块。对，我是乞丐。我们总共借了3000。借了3000，希望够用。准备下水了，他的不眠不疲夜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能发呆耶。OK OK， 有了吗？Let's go。有一些鱼很美，但大部分是很浊的水，这样。我看到水母哎、欸，尽力的想逃跑，又怕被叮。丹National Park， 400块 entrance fee 就是缴在这个 park， 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很美耶！皮皮岛一日游就结束了。最后上船前，我们看到了蛋岛。我们三个去看了成人秀，里面不能拍照录影，手机必须关机。很多素材在这个秀里面，乒乓球、生日蜡烛、青蛙等等。哎，都，我觉得你们还是自个儿上网谷歌一下好了。嘟嘟车终于打抓到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，是卡塔海滩的一个很有名的日落餐厅，它的名字叫做 The Fountain。这间餐厅呢，你一定要提前先预约，才能够预约到一个日落的最佳位置 ，The Best。老蔡这次是和新加坡妹妹和台湾妹妹一起来普吉岛的，所以想来拍一个台女在新加坡的生活小分享。大家好，在新加坡待了2年半，我来新加坡4年半，我来新加坡26年了。去年呢，在新加坡选总理的时候，是总统，总统都是总统，总统没有选的。到大选9月1号，不是真的新加坡。总理竞选荣誉有没有被选？这主题完全没有办法。新加坡在重大的投票的时候，一定要投票。如果你不投票，罚你，你就会被惩罚。如果你不去投票，你就再也不能投票了。
除非好像如果你提出证明你不在新加坡才可以不在家。嗯，我比较了解新加坡，我很担心耶，现在跟全国的做到底。新加坡捷运有一个地方跟台北就很不一样，就是电梯超快，对，我还希望它可以更快。像台北捷运哦，就是如果你声音响了，再给你可能五秒的缓冲时间进捷运。那新加坡找叮叮叮的话就咚，早上起来。那我想到的就是，像我们这次来泰国，因为泰国是一个大麻合法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呢，新加坡政府有一个规定，本地人跟 PR 不可以喝大麻，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。一辈子不能抽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你一辈子可能有点可惜的地方？我觉得还有其他东西比较更可惜。你来新加坡之后有没有会不一样的用语让你觉得很恐怖？锁匙啊，什么叫锁匙？锁匙，你锁你的匙哦。听不懂，锁匙就是锁匙，锁匙是钥匙。为什么要呢？你为什么要那个匙呢？你把它锁起来，你现在把它钥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。我们就在这间咖啡最棒的位置欣赏日落、吃晚餐，还有庆祝生日，一起吹吹不熄的蜡烛很多次。除了以上这些推荐必做之外，记得来到泰国一定要点一份香甜的香蕉煎饼，找一间海鲜餐厅吃龙虾大餐，但是有一只龙虾没有处理好，有海水的味道。吃一顿可能会过敏的冬阴锅火锅，辣的话就赶快配泰奶。等一下介绍给大家那个很厉害泰国的晕车药，新加坡买不到，真的买不到，容易吞。泰国很厉害的蜈蚣咳嗽药，同事请我代买。也不要错过去梦里面买东买西，还要去 Big C。现在我们没有现金，那我们有信用卡。很开心，很多药。当然，普吉岛的海滩也是一定要去的，赶快去拍泳装写真。他满十八岁。那我下次来泰国再来编这个头发吧。我们的普吉岛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了，我们已经在飞机上准备要回新加坡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拜拜。